小栗旬、山田优夫妇第三个孩子在四月出生，现在夫妻俩生活在美国洛杉矶。因小栗旬进军好莱坞，去年夏天带着两个孩子全家一起离开了日本。山田优原定在日本产子，但是由于新冠状病毒的影响，回国变得困难了。从三月下旬开始，在日本从美国回国的人要隔离两周，对孕妇来说负担很大。之后两人决定了在洛杉矶生产。